参加上海维多利亚秘密内衣秀的模特儿合影曝光，七位大陆超模名单终于抵定，最后一席确定由笑容甜美的模特儿王毅夺得。年仅20岁的王毅艳冠群芳，在模特儿真人秀《天使之路》当中胜出，拿下大陆模特儿上海秀的最后一席，成为今年上海维多利亚秘密内衣秀的第61位模特儿。和其他的模特儿一样，王毅拥有天生的衣架子，但还多了一分灵气。他最近在微博上询问有什么增胖的方法，让女粉丝羡慕又嫉妒。维密大秀即将登场，国际名模陆续抵达上海，来自各国的模特儿纷纷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在上海的美景。超模 KK 在大陆拥有众多粉丝，不少粉丝守候在饭店等着送他贴心礼物。今年的维密内衣秀选在上海举行，也是大陆模特儿参与最多的一次。这家国际内衣品牌希望借着这一场大秀打开大陆市场。记者戴律综合报道。